这是啥？不苹果十四吗？咋的？你要给我买呀？想啥呢？你看这是谁？这不你爸吗？是你老公。然后呢？那自己老公是不是得自己宠？那人家老公都有十四，你老公没有咋整？是不是瞬间就没面子？你老公没面子，是不是就等于你没面子？那咋整啊？那别人老公有的，是不是你老公也得有？那也太贵了，那我也没有钱呢。别提钱，服不服啊？钱是什么？那都属于身外之物。你给你老公买一个十四，让他兄弟们一看，你这地位是不是嘎一下子就上来了？是不是贼有面子？你想不想在你老公兄弟们面前有面子？想。你想有面子，那得怎么办？得买苹果十四。对呀。那我才用十三呢。你给我爸买了十四以后，你用十三，你俩那不就是一三一四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，谁不羡慕啊？是哈。那你说这十四是不是得买？是。那你是不是现在就想有面子？是。那还等啥呢？走啊走啊啊走走。咋的了？咋还哭着呢？琪琪他刚才跟我说，他妈妈给他织了一个冰淇淋。哎呀，那哭啥呀？那冰淇淋有啥好的呀？本来没什么，但是他那个语气就像全世界只有他妈妈爱他，我没有似的。那我妈不比他妈强吗？那我肯定比他强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我还得说我妈行，一看你就和别人不一样。但是你有个缺点，你得承认啊。啥缺点啊？就是你太完美了，根本都不给别人留活路。是啊，像这么优秀的妈妈，能不给孩子吃冰淇淋吗？冰淇淋太凉了。我刚说你是什么妈妈？优秀的妈妈。那优秀的妈妈是不是得有格局？那有格局的人是不是不能为这点小事计斤计较的？其实你说冰淇淋重要吗？这不知能咋的？关键我不能让我妈出来去气质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没事的，妈妈，你等着，妈给你取去。我听说好孩子从来不看电视。你知道吗？楼下王奶奶都活100岁了。那咋的了？她去看电视看的。因为楼下王奶奶从来不多管闲事儿。那要不你再玩会儿手机啊？哎，玩就玩会儿呗。那数学学的再好，买菜也不用微积分呢。物理学的再溜，换灯泡我用它换呢。那语文呢？语文得学。要不然你听不出来我说的正话还是反话，艺术教育。你没有打火机。哎，你这孩子，电视不看了，又开始玩上游戏机了，是不是？这可不是游戏机啊！这是贝青松儿童护眼仪，专为6到13岁儿童脸型设计，更贴合眼部穴位。这里还有天猫精灵语音声控，小贝小贝。哎，我在。播放音乐，护眼的同时还能听音乐、讲故事、学英语。孩子该用。哎呀，对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妈妈误会你了。其实妈妈对你这么严厉，也是为了你好啊。你可是爸爸妈妈的希望啊，我们老了还要指望你呢。这就是不劳而获的意思吗？你却能点亮我的心。这次呼唤大挑战敢不敢？我有啥不敢的？正好今天让你感受一下当妈妈是有多么的辛苦了。来叫妈。姑娘，妈渴了，给妈整点水呗。当妈的感觉真好。哎，老二行了，你不去看看呢？你看看是不是尿了？他都哭了，你赶紧哄哄他呀！汗满头大汗，你别再着凉了。没事，我还有力气。我谢谢大姐姐了，是不？奖励你一杯爱他美卓萃，里面含有分子级牛莫斯低聚糖，让你自护力满满，天然来源脂肪，口感很清淡，妈妈的守护很给力。这个月生活费加500。哎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敢？大人说话，小孩别插嘴。大姐，那是我的钱。谁给你大姐没大没小的？你今天咋这么高兴呢？刚才在外边有个人给我算了一卦，说看我这面相，30岁以后行大运。那
都是骗人的。不可能。咋不可能啊，现在都是挨刀背有酒啥的，哪来的面相啊。你没有打火机。我打算先投资一下我自己，我先买个车，妈你到时候先借我啊。她只是你的妈妈，又不是石原堂的王八，哪能你要啥给你买啥呀。就你这种情况都属于低言离下，咋那么多事儿呢。滚去把饭吃了，你要饿死我该心疼了。别能点亮我的心。那不买车也行，那咱们先去旅旅游行了吧、嗯、我负责订机票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再加上我们一家四口，哎，这有个意外保险，你说我买不买。这都团灭了还买啥保险呢、oh! 哎，你俩怎么回来了呢、嗯、我有一个好消息也有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肯定先听好消息啊。我今天考了50分。哎呦我的妈，这算啥好消息啊，人隔壁的依依都考100分。不是你说了吗，我只要有他一半你就谢天谢地了。哎呦我的妈。行行行，那坏消息呢？如果老师来家访、你又干啥了？老师说了明天开家长会，谁有锅不谁来，我说了咱俩谁也来不了。嗯，这咋来不了呢？我和你爸都能去。能去啥呀？你俩谁会功夫？哎呀我的妈呀，老师那意思是。我管他啥意思，瞧不起谁呀，有点功夫了不起呀。你是男子汉不、嗯、虽然你小但是你也是男子汉嘛。那你说男子汉的红包是不是得见面分一半、嗯、是不是得请你吃饭，是不是得给我买冰淇淋。哎呦哎你干啥呢，你在这洗脑呢啊。我说你怎么最近不坑我了呢，你换目标了呗。我也不想换目标了，关键是你这次也不太请夕阳。那能怪我吗？啊，现在这也要钱，那也要钱，吃穿都要钱，物业要钱，银行要钱，学校也要钱，幸好空气免费，不然我都活不起了。那你没事多吸两口啊。你不用在这给我阴阳怪气的，我告诉你，现在他不光我不行，他整体经济就是不行。嗯，那可是13000的手机，94万人在预约，你说啥道理。嗯，是啥道理呀、啊、不是经济不行，是你不行。我为我们举大旗，坚决不以他为敌。以谁为敌？是妈妈。坚决不以妈为敌。四面八方皆是敌，可谁敢与他为敌。这边你不就你妈最大的一个敌吗？这拍视频呢，能不能别啥都说，你这快点说下一句啥来着、嗯、你是我女儿。你是我女儿？不是，是我是你女儿啊。可是她的一面旗，行不行到底？等会儿我看一下。那你能不能先把我爸生活费给我呀？先给你行不行我就放到